市民的要求过分吗？全国的民众面对一个要争取2020总统大位的人提出这样的检验，过分吗？不应该吗？韩国也不应该交代吗？全世界都在关注香港，那香港现在呈现一个非常糟糕的模式，示威者变成了暴徒，强烈怀疑许多的港警就是一个卧底，强烈的怀疑中国的武警已经进入香港，变成全部都是港警了吗？尤其你所看到竟然可以近距离去攻击老百姓，我们要思考的是，香港一旦展开是焦土政策，台湾怎么去应应？民进党政府到底应该怎么做？而香港这些港警跟群众在展开对抗的同时，全面性的对撞，两股势力的背后到底要什么？尤其在香港的内部，现在有太多人不断去制造内部的冲突，制造暴力化，有福建帮疑似买凶去打人，所以街头的动乱处处。同时我们要问的是，中国为什么不想立刻解决？该怎么解决？到底在等什么呢？等一下同步还要连线到香港，包括纽约。你看到台湾很多人都说我们的很多年轻人是个妈宝，可是呢，台湾的年轻人有很多父母亲帮他安排好一切的，现在香港的年轻人面对他们的未来，必须靠自己去争取，甚至必须流血来争取自己的未来。香港的何去何从？今天邀请到有温朗东、汪杰明，包括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民进党籍立法李俊毅，而在我右手边国会观察基金的董事游立明老师，包括了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以及时代力量的高雄市议员黄杰，外交官刘世杰来到我们现场。黄国昌会承受到什么样的压力？黄国昌、徐永明加上高露仪用在退出之后呢，接下来不分区立法委员有台大教授那递补上来，至少维持在立法院有三席的立法委员党团还可以维持住。好，一一个都退了哈，退党了有 Freddy， 到昨天宣布退党有党主席邱显智啊，现在被慰留，他的决定这是一个关键。今天洪慈庸也宣布退党了，那现在在国民党内部形势，他可能会自动宣布退选吗？是韩国瑜。来听听看，身兼国民党中评委又是永联社主委陈洪昌，他在蔡英文到访参访的行程当中直接开口批评韩国瑜整天打麻将吃喝玩乐抱女人，爆发极大的争议。同时新北市党部主委已经确定新北市党部所召开的考纪会当中将他要开除党籍，而今天也有人喊出杨秋兴是下一个要开除党籍，而昨天在郭台铭的粉丝团里头也有人呢呛声说，现在要开除党籍两个大将是谁呢？一个是郭台铭，一个是王金平。到底国民党内部是什么态势呢？这些态势所显现的是，在国民党初选时，郭台铭曾经喊出一定要有备案，所以呢，这些被爆料的资料，王金平早就知道了吗？郭台铭早就知道了吗？来，我们听听这个大现场，温朗东要告诉我们，是不是真的退选的危机甚嚣尘上，让韩国瑜不得不认真赶快去看灾，做好一个市长的职务。来听听这个大现场。跟各位分享一个小事实哈，坏好心啊，坏的坏好心一定是长得聪明。最近呢，爸爸母亲都说爸爸爸爸，阿豪，阿你是国民党员，为什么你没有反应？反应什么？阿你怎么叫他们怎么会批评一个整天打麻将？整天吃喝玩乐，可以抱女人，可以当总统，那以后我也要这样，我都要求了。完蛋了，阿大阿能阿能高跟阿诈骗了，阿这些都是本性的感情啊。抽烟、喝酒、打麻将，然后嘞不认真，我自己公开承认过很多次。那陈洪昌委员呢，再一次提醒民众，问我，我还是承认，但是呢，已经是20年前的我。那是17年前的我，今天的我已经不一样了。来，我请教是温朗东，党内真的是已经内外认证吗？花天酒地抱女人，不过一个告，一个是没有告。可是呢，要他退选的声音其实也有，倒是好像不一定要换注，会不会到时候他自动宣布退选呢、啊？据说现在网络最大的声量是关心韩国瑜，你酒醒了吗？你起床了吗？来，
温良东怎么看这个态度？没错，韩国瑜呢，就昨天深夜的时候呢，发表他脸书，结果竟然不是在关心高雄淹水的问题，而是说要对陈鸿昌提告啦。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说，我们都质疑呢，这个韩国瑜哦，这吃喝玩乐，那为什么没有证据呢？那就像是杨秋兴，他到底动机是不是有爱生恨，这个也没有证据，我们也只能够用推测的，我们只能看一个结果。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非常多的民众在下面根本也不管他到底要不要去告陈鸿昌，而是在担心高雄的问题啦。首先呢，高雄市议员呢高敏玲就是睡饱起床没，豪雨来袭有什么应变？2000多个赞。甚至也包含说，你看这边有一位哦，是韩粉哦，他说为什么要骂韩国瑜，他又没做什么事。可是同一篇呢，他又说为什么没停班停课，而且很担心淹水的问题。就连韩粉其实也对于这个韩国瑜对于高雄淹水的事情哦，这个你会觉得非常的担忧啦。那所以说我们要强调的重点呢，并不是说他真的每天就算他每天去喝酒吃喝玩乐，其实也没关系，重点要做事嘛。你就在看战的时候，你人家第一时间到现场把事情都处理完，大家都觉得你是 Superman， 结果发现你是 Drunkman， 这个才是大家所担心的一个问题啊。那时候我们进一步来看韩国瑜造成什么状况呢？首先呢，大家也知道南投的时候，十一这个在礼拜天的时候，南投跑了很多的地方疯狂的这个造势，就到昨天礼拜一的这个时候，就有人 ET 图队有人的这个爆料说，他在早上哦，11:50已经快中午了，他的坐车呢才能慢慢的出来，然后公务车呢才接他离开他左邻租屋的一个地方。换句话说的是，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不是因为他南投太累，所以他要休息到中午？不要忘了，这个时候的话，高雄的山区是红色警戒土石流的，结果他睡到快中午才起来。背后原因是他体力不足，还是他好喝酒？其实不重要，重点是灾民的权益，你有把握住吗？所以我们更进一步来看，在韩国瑜呢面临到这样的一个质疑跟挑战的时候，在他前面呢北部的台南市早上6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宣布停班停课，做好了处置。可是呢，韩国瑜就说啊，目前的标准雨量是没有到达呢这个停班停课标准，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做错任何的一个事情，结果马上呢在公民割草行当中，叫做网友就打脸了。就在仁武区的今天哦，这个早上7:30的这时候的事情，你就看到这个淹水已经基本上已经快要淹到膝盖这个地方，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在仁武啦，在冈山，甚至包含了高雄的山区，都有非常多严重的淹水的一个状况，甚至目前呢已经要出动了这个气垫船才有办法呢解决灾民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你来看的是这样的一个悲剧，在高雄冈山区的这个地方，有一名女子骑机车的时候，然后呢不慎了遭大雨冲走，可能就因此已经确认说她已经过世身亡了。那这个悲剧发生在哪里呢？在冈山潭底区这个淹水改善计划工程。首先第一点，你要做淹水改善计划工程，这个是正确，可是你工地发包谁做的？高雄市政府做的，韩国瑜做的，你是不是应该要围起来？是不是应该要用做警告提示？这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这样的一个工程背后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长期淹水的区域，而民进党也发现这件事情啊，在去年10月的时候，选举都还没选完，其实早就在前瞻计划中的2300万就针对这个长期淹水区域做处理。换句话说，这件事情如果你有了解市政的话，你就知道这是属于民进党在高雄长期有在处理经营的地方。结果韩国瑜完全不知情。我试问一个问题，你如果认为高雄的有些地方不淹水，你不想停班停课，你可不可以区域的说停班停课？你可不可以针对会淹水的地方，这种摆明的在做淹水改善的地方，做道路的这个封起来，或者是该区就先停班停课再说，这样的一条性命是不是就可以挽回？这个才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接下来有人就做这个 We Care 高雄做一个比较了。去年的时候，在6点钟的这个时候的话呢，凤山时雨量达79 mm， 所以到了6点12分就已经停班课，而包含了后面的话呢，在10分钟之内媒体应变会议视察，市长代理在召开的这个应变会议，一直到跟行政院长这个连线，结果呢，反观一下，今天呢、我们发现今天事情。在5点的时候，其实雨量已经比去年的828还要高。结果韩国瑜呢，一直到10点的时候才视察田寮。换句话说的是什么事呢？我们这个会是双重标准嘛？所以很多网友就说啊，你对去年说高雄淹大水啦，高雄5000个洞啦，然后就民进党没有做好，就你自己来做高雄市长的话，你到中午的时候才起床，今天稍微早一点，10点钟就到。而韩国瑜的 LINE 我也有收到，他完全没有提淹水的事情。他只有提呢，他宣传他自己的这个是这个活动，他完全不在乎高雄遇到台风状况。那所以说，这个你会看到这个这样新闻里面说，有网友去抱怨啊，说台南呢怎么6点29分才决定停班课通知？那如果6点29分算是太晚的话，试问一下，
韩国瑜完全没处理，不停班停课，造成人命伤亡，这样的责任应该怎么算呢？来，我想请教淑慧哈，因为礼拜六的时候，的确在拉玛夏在高雄淹的还蛮严重的，后来紧急撤离，包括停班停课也都发生了哦。那第一个，比如说刚刚不管黄杰或者是温朗东有秀出他昨天11:34才被媒体拍到就是出门的画面，那甚至有媒体去帮他做整理的，是说你注意看哈，那韩国瑜哈，已经是刚刚有造势的时阵吼，跟他拢是困到晚晚晚，好东西，要不然就是没有行程，要不然就拍到哦11才出门去上班。可是韩国瑜的说法是这样子，他说呢，他是在家里办公。好，那要不然他没有出现的时候，那个副市长这个李四川，那我这个叫做分层负责。那甚至有人说，韩国瑜根本就是责任制，责任制哦。高雄市政有哪一项不是责任制啊？是责任制哦。你跟他在为可以相信说得通吗？来，淑慧。但我觉得好可怕哦，就是一个市长几点出门，几点？那你拍了他几点出门？你有没有拍他几点回家？那你拍了一个高雄市长几点出门？你有没有去拍台南市长几点出门？台北市长几点出门呢？那你有没有再去比较说全台所有县市首长平均上班时间跟平均下班时间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其实就是搞针对嘛。我觉得一个人哈，在这种长时间这样24被监控，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很可怕啦。我觉得政治真的需要搞到这样吗？我不知道说他11出门，他前面在家里干嘛？但以我个人来说啦，我不管几点出门，我都是6起来，然后看新闻，然后大概7就写完我的脸书或者是我今天要咨询的东西。那所以你也不能说我6起来，我就在家里没事做。我相信很多，比如包括黄杰议员也是，他没有出现的时候，他在他家里，他也不见得他就不用处理选民服务嘛。休会的时候也要处理选民服务啊。所以我觉得去看所谓时间点哦，我觉得要么你就是全台都同意，所以你认为现在全台湾刻意盯住他，我觉得不是吗？有人就挑说，譬如说7的时候，桃园淹大水，有140个地方淹大水。那为什么不去拍侯友宜呢？对，那个时候林明真是啊，那时候怎么没有人去管说？请问一下郑文灿在哪里？台风天最近的利奇马他也不在台湾啊，对不对？也没有人去追究，桃园市议员也没有人说，哎、欸，你桃园市长你不可以踏出世界一步哦，你一定要坚守在桃园市里面，没有嘛？那现在就是把所有的标准，桃园这一次也淹得很厉害，因为最重要的是会啊，因为而且只有他身兼两职，总统候选人跟市长，所以他不应该，所以你是说专心当市长人，不管在不在现场都没关系吗？不是嘛？不管你身兼几职，你只要今天是市长，大家就应该同一个标准嘛。那中说真的，市政府本来我自己长期在市政府工作，在里面工作了8不是，老师，你的疑问是什么？你得不是他的疑问是说，你自己选择了，然后你说所以要接受高标准，所以你就不会，不是他自己说他不会疏于市政，他会全心投入的对于每一件事情。对，我知道老师的意思。他只有利用周末或者放假的时间，现在显然不是嘛。如果说疏于市政是用这种标准的话，那我刚刚就说了，郑文灿也是疏于市政。不是因为，然后刚刚李委员讲一句话，我超感动的哦。他说，高雄市民要的只是不淹水、安居乐业。哎，有做到吗？过去的13有做到吗？过去的20高雄有做到吗？所以民进党落选啦，那现在大家就检验了。你要人家7去收拾20跟13的烂摊子。来，我讲今天陈其迈也讲了一句话，他今天同时要兼高雄市长，同时要兼总统候选人，为什么不检验？会检验？他为什么不解释一下12才上班的？所有县市首长是不是前一天晚上是不是太累了？因为他跑行程啊。这都是老师猜的嘛？对，所以他自己可以说一下。老师猜，所以他有说嘛？他完全没说。他怎么说？没有，他今天不是说吗？他也有在官邸里面处理工作嘛，在家里办公。这样子，那个时候，大家因为风灾，我们习惯，你必须要去视察。如果真的要这样说的话，当年陈菊好像也在台风夜的时候，我们请韩国瑜市长去纳马夏跟大家讲说，你们淹水的时候，我在家里办公了。哇，这样就很清楚。你说你们在这淹水，我在办公。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讨论，你有还给陈菊公道。当时说税局3小时，检察官怎么发动去调查，甚至模拟整个车程怎么被告，我觉得也要还给陈菊公道了哈。我说真的啦，台风夜
陈菊有没有唱卡拉 OK， 有没有帮人家庆生，这个都有拍到照片嘛。过去的十三年高雄有没有年年淹水，这个也是实际上可以去查的。我觉得我同意一件事情，就是今天谁当市长都应该做好市政、嗯、我也同意一件事情，韩国瑜的选举的成败完全取决于他的高雄市政，我也赞成说他不应该再到各个县市去造势、嗯嗯，我在党内也说，其他县市的立法委员，其他县市的立法委员，其实你退一万步讲，对韩国瑜每个礼拜他下次要到新竹去，每个礼拜跑一个地方，我一点都不，我真心讲了，我不是因为说今天支持蔡英文或者。你这样的跑对你的选举有什么帮助？如果高雄市天天这样干，而且如果可以在家里办公的话，也可以在家里造势嘛。对啊，对啊，你在家里能够当连线到南投，然后也可以跟大家说说话、啊。应该是这样子啦，你懂吗？就是、你如果要解释说人不用到现场可以处理事情，那 我没有去解释这一点、哦，你也不用去造势现场啊。我没有去解释这一点，但是我们都同意一件事情，即使是国民党内都同意一件事情，做好高雄市政。就是打好选举，他根本不需要到各个地方去造势。各个地方的立法委员应该要自立自强。我想今天能够来当选立法委员，他在选区里面都有足够的名气跟足够的影响力了，不需要再一定说母鸡来这样一场 ，OK， 那你可以得到什么？可是如果他把高雄做好的话，整个国民党的气势才会往上。淑慧，刚刚杨老师问一个，就是说你要选总统哈，高雄市政。摆在眼前有这么多迫切必须要立即做决定要处理的，是啊，你还在啪啪照棒蝶市政这个所在啊，棒三家高雄市民也在算给高总统打算的高雄，我们先按按那讲啦，好，就是今天大家都一直去放大放大放大某一个事情，就像我说的，放大他几点出门，好，那为什么不去同样的标准做一个数据统计？他也套上来，是因为其他人没出问题、啊。你那怎样？基金代表啊，严素雅被骗了，一家出门，后来严素雅呢？今天你知道我们立委也是水瓶座，朋友，你六点出门，你选黄伟哲也六点出门，这是我来，我现在这个周末我到你家的水，高雄的水多的。今天早上，我们在七点四十分的时候连线黄伟哲，黄伟哲是今天早上五点钟就把所谓的灾情从第三级拉到第二级，他当场就在这个灾情中心在控制整个台南地区，因为在仁德地方有下大雨，这是事实。五点钟就进入灾情中心，而反观同时间，其实高雄也在下大雨，但是韩国瑜到几点钟才进到办公室？我还没有说到这个灾情中心哦，没有哦。而且黄伟哲就说了，在这个时间点，我相信高雄也发生同样的事情。从今天凌晨四点钟开始，电话就已经开始打爆两边的市政府了。如果今天一个市长非常清楚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怎么可能在家里没事的感觉到十点钟呢？那灾情已经发生了，事实上已经有人因为这件事就过世了。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一种感觉，你是高雄人，你的高雄乡亲正在遇到大水灾，马路回不家的时候，身为父母官的父亲的这个市长，人去南投造势，这样是你可以大声嚷嚷说这个事情不用被在乎，这是不在意，不用在意。那我请问一下，高雄市民要选你这个市长做什么？这第一点。第二点，我刚才强调，今天一样，高雄、台南、嘉义、云林都下大雨，台南市也是有灾情哦，但灾情主要在仁德。南区、东区跟北区，它并不是整个台南市都是大灾情，就为了仁德跟附近的这个区域，市长立刻冲进了所谓的灾情中心。而一样道理，在冈山、在仁武、在这个都是一样，灾情不输给仁德，一样淹水。我们刚看到也是淹水，平地淹水也是20到30公分。台南仁德平地也是淹水，20到30公分，只是有些坑道淹水比较高。但是这个高雄的冈山也是造成大淹水，同样的事情，台南市民的生命是生命，高雄市的生命不是生命吗？我再问一下韩国瑜，同样的事情，有人五点钟就冲进了这个灾民中心，接听灾民的电话，要消防局立刻到各处，总共有30处重灾处拉出红线，一样道理。请问一下，高雄市长的高雄市民不是吗？一样，高雄有将近30-40个区域也需要拉红线。那为什么台南市长要出现？韩国瑜市长说啊，因为他要选总统，所以我们高度的检视他，不是的。
如果有是市民的生命，你必须要被高度解释，难道不是吗？如果我觉得很难想象一个议员，你监督台北市长的时候，难道同样事情发生？你不要断章取义我的话，我刚刚没有说。你刚不讲说不，我同样时间检测了，我同时检测了，我同时检测了，我同时检测了。你要从昨天晚上开始检测，昨天晚上有四个县市首长都被骂，为什么不宣布放假？你去看新闻，昨天晚上。今天气象局宣布，全台十大雨量最多的地点，六个地方都在台南。我解释给你听。不是，我觉得今天哈，我没有说他不应该留在高雄。我先问题。我今天没有说。我先问你个问题。可是问题是，今天有很多事情确实是高标。我先问你个问题。不要这样子来说。我先问你个问题。我先问你个问题。来，等一下。来，一天的雨量要到多少毫米才要放假？350。好，好，大毫米它放。你知道台南市早上？这六个小时下了几毫米？250毫米。是的，所以当然他就必须要，所以台南要宣布啊，当然必须要宣布啊，这是对的。现在不是，所以高雄没有到，有些地对，没错。所以现在高雄没有到这个地步。那我所以我觉得，可是台南有数十个地方拉红线市井，我其实要说真的啦，他拉红线市井，你知道什么作用吗？就是减少灾害。今天不是不上班不上课，大豪雨特报才能够停班停课。昨天南部下了这么大的雨，今天早上5点，中央气象局居然只发布了豪雨特报，对了，没有错，也就是250毫米。我没有错，我们就算对对就算没有停课的标准，没有停班停课的标准，可是台南有所以台湾放假到底要依据什么？台南有数十个地方拉红线示警，我觉得今天不是就让老百姓不要冒险，对不对？对。可是冈山那个地方那位小姐，老师你说的对，可怜的是什么？刚刚朗东也说了，那个地方连一条红线没有，他就这样直闯进去。这些瑕疵，我觉得是高雄市政府的错误，没有错。我觉得，可是今天在讲说台湾的放假，到底要凭感觉、凭印象还是凭标准？来，我想哈，观众朋友，中央气象局本来就有它的标准，那为什么要地方首长，甚至呢很多的区域的里长啦，通通要去视察？因为你唯有去视察之后，你才能够跳脱在标准之外。台南有些地方为什么会发现说，你根本哈，你掐都无他塞去交流道，你根本就上不去，根本没有办法上班，没办法上课。我当然啦、啊，我当下就要决定，我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可是就是没有办法上班，我当然要局部宣布。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去视察去了解，这个是跟中央气象局标准是无关，而是你有心没心。来，黄姐，你的观察到底是什么？他到底是怎么上班？是真的大家冤枉了他吗？黄姐。我必须说，为什么大家一直说他疏于市政？因为他自己说他要平日拼市政，假日拼选举。那他到底有没有做到这一点？看起来就是没有嘛。没有一些很具体的事实，每一次，包括说8月10号那天，纳马夏已经就是下了超过250毫米了，然后甚至已经预防性撤离2000人了。但是他隔天却跑到南投去造势。还有包括说，其实从很早2月、3、4月开始，他参加。没有漏掉反毒博览会，他自己作为反毒大使不参加全国在高雄举办的反毒博览会，因为他要跑私人行程。包括说后来的反登革热热日，他只出现了5分钟，他就要离席，也是因为私人行程。再加上很多次明星公益棒球赛、全中运开幕、228草地音乐会到妇女节的电影的致辞，还有他在选择在礼拜五特别北上，因为他要去跑去告吴子嘉。还有包括说昨天的8月10号纳马夏淹水，他却选择在隔天在南投造势。他一再的表现出来的就是让高雄市民觉得说，你说好的平日拼市政，假日拼选举，结果高雄有灾难的时候你在哪里？高雄人面临到这些处境的时候你在哪里？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观感很差，然后他的承诺他也做不到嘛，所以我就觉得说，高雄市民要看到一个市长真的这么难的话，那何不你就好好的选你的总统，我们就送你一程，然后就好好的把你罢免掉，你就好好的自己辞职就好啦。所以大家疑虑的是这个部分，而不是说他不能选总统。是，你知道看到韩国瑜这样的一个状况哈，柯文哲好像蛮有感的。我等一下播放柯文哲在接受访问时啊，搞了半天在台湾，那柯文哲也可能会选总统，你跟韩国瑜之间原来在比这个，比谁比较听这个人的话。真的是这样子，
这段访问等一下为你播放。可是我想请教林隆基大哥，全球都在关注，这是在各报当中今天的头版，从自由时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香港的航班全面都取消了，中国时报也难得跟大家其实都是一样哈，都是在关心香港整个机场被关闭，事实上就是封锁的一个状况。他的标题叫群众失控啊，他不是指是港，他不是支援群众的意思、啊，示威失控哦 ，OK， 杨老师提醒的非常，万人要警察。要警察还眼，叫做示威失控哈，示威失控。那到底是港警失控被卧底，还是示威失控？好，这是今天的联合报，包括今天的捧狗日报哈，通通也是。这是香港破天荒第一次因为封警射杀少女，万人讨公道，这是破天荒史无前例，瘫痪了香港机场。来，未来香港情势怎么演变？来，刘荣基大哥你怎么看？现在看起来那个松中条例是也不会所谓的撤回去，因为我们分析的话是二月份提出那个松中条例不是香港政府提出来的，是中国大陆提出来的，所以为什么他的表现那么强硬，就是因为有一个大老板在后面主动的要香港政府遵守这个命令去管制香港人，但是这个松中条例最后的很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把中国大陆的法律条文透过来香港用，等于是违反了基本法的。现在他们不谈，可以说我们看将来香港那个发展，就是他要尽早把香港掌握在手上，这个是第一步。有人说香港人现在面对的等于是为台湾人挡子弹，有点道理的，因为他的目的不是香港，是台湾这一块，我们要看得远一点。所以其实是如果香港是出了大问题以后给他控制以后，这恐怕是到台湾这一块。是，那没有任何转弯吗？这些年轻人现在要为自己的未来要流血来抗争吗？那我们现在看起来，如果走向焦土政策的话，会怎么去演变？那我们现在看，他昨天有一个叫那个飞机场啊，那个机场全部瘫痪。对对对，现在也开启。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当时五月份的时候已经提出来，有很重要的三块的地方，一个是飞机场。一个是金融股票的投资的买手，还有一个是交通的其他运输。你三八的话可以全面推出来的话才有影响力。现在你看我们靠我们的年轻人跑出去，现在开枪打，可能过几天会打死人的，我们看见有一个女孩打眼睛，没错，打黑了，好了，他不是想打黑他的眼睛，是想把他打死的，其实是，我开枪对着你的头的话，不会打你的眼睛吧？是，现在想起来是很可怕的，要置他于死。那后面是什么人在做一个主动的？很明显了，不是香港政府，不是香港的警察，香港的警察不会下手杀得那么重的。我可以跟你们分析一下，现在很多香港的所谓的防暴队警察都是大陆派过来的。过去我们也发现啊，比方本身有一个季节性的嘛，刚开始的时候给人发现那个季节性是假的，因为查出来那个季节性本来是女的，挂在身上那个警察是男的，那后来收起来，我们发现他没有挂出来了，那怎么办？不要你知道，看那个他跟香港人说的话，是同志们放在哪边？对，就是他那个防暴队里面的指挥的，说的是普通话，第一个，另外一个。也有一些警察对他的手下说的是广东话，叫他们
跑在另外一边，但是我们香港人一听得出那个所谓的广东话是广州人说的，这个我们香港人分得很清楚，也会分辨出来，所以非常多卧底的在制造内部的一些暴乱跟政报的一个混乱的情形，以至于你可能有镇压的机会吗？对于这项非人代的一个处置，已经有很多团体跟学生喊出他们希望寻求国际的一个诉讼，但是有没有办法成功？如果再再都显示这根本就是一个屠杀人类的方式。来连线到香港这个大学生，来梁焕伟梁学生，梁大学生，我看到梁同学看到你的画面了，昨天你有到机场对不对？对，我有时候到机场，可不可以帮我们还原一下，怎么瞬间可以涌进去有一万人，对于这个少女的眼球被打爆，看起来是非常愤怒，可以还原昨天现场吗？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进去机场不但是因为哪一天哪一位少女被警察打爆了眼，还是在八月十一号当天警察是做了非常非常多很过分的事情，还有我们看见他们在铜锣湾也有派这个警察是装成这个示威者，然后对示威的人士做出拘捕。然后我们在一个地铁站里面，我们看到这警察使用催泪弹，也对这人非常近的距离对这人群用他们这个无照枪去射这个我们香港的市民。我们就是像看见在八月十一号的那一天，警察的镇压已经是没有任何底线的，他们就是用所有的暴力的行为，就是要把我们香港人赶至下决。我们会说就是在八月十一号的哪一天，香港已经出现了一个人道灾难。如果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第二天八月十二号不做一些事情的话，香港政府还有中国政府就会认为我们香港人怕了他们在十一号所做的一切行为，然后不敢再出来反抗了。所以昨天就有很多市民因为这个原因，然后去到飞机场做出这个抗议的行动。你们怎么样迅速在整个进入万人啊，进入整个赤腊角机场之后，后来很迅速你们就撤离，你们的依据是什么？那你们撤离之后，你们的考量是什么？昨天有不同的人在大概在六点钟的时候就撤离了这个机场。我想是有最大的原因呢，就是在那个时候香港的机场已经宣布了不会再有航班离开香港。而在途中来香港的飞机在到了香港以后，就不会再有飞机从别的地方来到香港，就像台湾也有很多飞机因为这个原因已取消了。所以有很多在机场的人或者是不在机场的人，他们就惧怕警察会在最后一班飞机到达香港以后就做出一些清场的行动。也有人害怕因为机场就是它的对外的交通就只有这个机场快线还有这个一条的公路，他们害怕如果警察把这些前往机场的公路还有地铁把封锁的话，那机场里面的人就没办法离开。也有大概数百至到一千人其实在昨天是在机场里面过了一晚，也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我认为就是昨天有很多市民离开机场的那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政府正在利用一个白色恐怖的方式，他们知道我们香港人在星期天的事情之后对于警察的行动是十分的惧怕，他们知道有些人不希望再看到有任何的香港人因为警察的暴力而受伤，所以他们在昨天六点钟的时候就选择认为我们在留在机场里面就是不安全了，所以他们就有一些部分的人就离开了。但是也有部分的人认为他们在机场里面进行一个抗议行动是非常的和平，也没有违反什么香港的法律，这个是他们应有的权利，他们不应该去惧怕警察或者是政府可能会做的一些行为，所以昨天晚上最终也有超过一千人留在机场里面。你刚刚提到一个现在香港面临到已经是进入任意逮捕的境界吗？随便在街头里头不管你怎么样就可以随意把你抓走吗？真的是有发生这样的情形吗？我可以说现在香港人是挺惧怕这个情况的，因为
我们都知道在苏天前有一位学生他们在购买一个我们叫这个镭射币的时候呢就被警察拘捕了。还有我们在几天我们也发现有不同的一些学生民众或者是一些在网上经常会说一些比较反对政府言论的人，他们都收到一些网上的恐吓讯息。还有一些不同学生会的领袖啊，他们也在几天被到一些不明的人士跟踪。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这个状况，就是香港政府或者是中国政府，他们现在是希望用个百事恐怖的方式去吓怕所有出来反对他们的人，想用这些方式去吓怕所有会想借示威的人士。是 OK，谢谢梁同学哈，我知道说你们现在对这些陌生人戴着耳机，你们都会特别小心，你们很担心便衣警察在进行监听，会随时逮人，对不对？好，这是一个现在的最新状况，谢谢梁同学。来回到这个外交官刘世杰身上，来，世杰可以告诉我们，在2020总统大选当中，到底有哪一个候选人可以让台湾免于不会变成香港第二？来，世杰怎么看？目前看起来，我觉得在我的心中，唯一合格的候选人就是这个小英总统。目前整个香港的状况，其实让很多台湾的民众感到非常的忧心。我举昨天晚上的例子来说好了，当香港的机场宣布要在晚上6点去关闭整个机场的时候，我的脸书大概涌进了上百封的讯息，有很多是从香港过来的，他们非常的担忧，他们希望说台湾不要成为下一个香港。那一直到从晚上6点到晚上8点的时候，整个网络的讯息只讨论一个事情，就是香港的机场还有没有网络。为什么网络那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网络的话，他们说有可能是关门放狗，所以有很多图片跟资讯在网上很飞快的在流传，没有人知道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后来知道说这个网络是因为人太多所以过慢，但是当这个事情还没有去被确认的时候，其实很多在台湾的朋友是非常关心的。我们看到目前在香港的状况，不只是台湾的民众，我看连许多在国外的政要也都非常的关心。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好，美国参议院的领袖，美国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麦康内尔今天在 Twitter 上他已经讲了，他说全世界都在关注香港的状况 ，The world is watching。这个话说的是什么意思？是说美国手上还握有第二个王牌。如果香港的情况在恶化的话，可能美国会去考虑修正所谓香港政策法。刚刚卸任的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他叫做唐伟康先生 Curtin， 他已经卸任，他说希望美国国会不要走到那一步。但是我们看到目前中共的做法是把所有在香港的这个逐渐恶化的状况去连接到所有都是跟台湾跟美国有关。我们看到人民日报的社论在今天已经讲了，他认为在香港反送中的状况是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所造成的，其中台湾和美国是暴乱的幕后黑手。这个是人民日报的社论，意思他就是说他把香港的状况说这不是中国的错，是台湾跟美国的错。人民日报今天刚刚讲的，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新华社又说了。新华社他说了什么事情？他说整个反送中的抗争有几个头在捣乱，包括谁呢？包括有黎智英先生，包括有黄之锋同学。黄之锋是怎么样？黄之锋在前几天他在香港去见的美国驻香港的一个外交官员，结果那个照片被亲中的大公报给拍到了。拍到了之后呢，他就把这个美国驻香港的外交官的名字、他的家人、他的小孩的这个照片跟名字全部都公布，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美国的外交官就是整个香港反送中背后的阴谋，你小心一点，因为我知道你的家人、你的小孩在哪里。香港大公报的这个报道一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他就说了，这个是流氓政权，faggish regime 会做的事情。各位观众，什么是 faggish？fuck 它就是恶徒、
流氓的意思。好，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美国政府现在对于香港的这个事情是非常的生气的。来，我联系到美国纽约给知名的政治评论家陈柏宏老师，来，柏宏老师，这个情势可能会怎么去演变呢？来，我先请教是姚老师，时代力量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来，姚老师怎么看？我想就是路线的问题，路线之争。我想黄国昌早期提到他不愿意甘做小绿，也就是这是一个大绿小绿的整合问题。对于林长佐，对于洪慈庸来讲，这是现在他们面临的是两面作战。一方面有台湾民众党在吸引时代力量的支持者，使得时代力量的实力原来靠近10%的力量可能被吸取一半，只有4%、5%、大概5%上下的这个力量。这个时代力量必须要更能够有明确的诉求，它才能够区隔台湾民众党，才能够吸引回原来对他支持的群众跟选民。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必须要跟民进党来整合，也就是他必须要跟民进党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否则对撞小绿的这一个时代力量必然受伤。我举很简单的例子，他们现在退出时代力量，两个都是区域立委。嗯。在两个区域立委，民进党如果执意要提名人选，这两个区域立委当选的几率几乎是零。嗯，换句话说，这个礼让就变成了时代力量续存区域立委的重要因素，包括黄国昌的汐止选区也是如此。也就是如果没有办法跟民进党产生一定的合作默契，时代力量在区域立委就会全军覆没。更不要提到如果台湾民众党还有在部分选区会提名人选，那对时代力量来讲更是一个大的威胁。嗯，所以在这个就是这个路线究竟要不要跟民进党更多的合作跟谈判，来使得时代力量在区域选举中间还可以获得一定的席次，然后全心的去争取不分区的政党票源，这是一条路线。另外一个路线就是不甘于做小绿，要自主自立的，就像上次选举议员的选举一样，时代力量各选区自己根本不跟民进党商量，自己主动的在各地提名，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议员的席次，也斩获了蛮多的党团。对这一点来讲，所以就有时代力量认为说，我们不要。要利用这一次的机会自主，我们就在各地靠自己的力量来选举，说不定，民进党的支持者更能够在某个地区来支持时代力量。嗯哼，这种路线之争，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最大的危险在哪里？最大的危险是今年有总统选举，这个总统选举又涉及到意识形态之争、统独的争议，时代力量的支持者不可能不考虑。在面临韩国瑜这么强大的威胁之下，如果时代力量不跟民进党合作，对于总统大选，时代力量会背负一个非常大的谴责，甚至说你会割掉相当大的绿营大团结的一个力量的一个分割。这一点是现在时代力量不能不面对到的一个重大问题。所以我觉得，短时间如果时代力量，我认为这个时间实在不长，因为九月十月大概就要抵定。我觉得时代力量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整合自己，我觉得先自救，确保时代力量在立法院党团的力量，恐怕是时代力量主事者要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来，黄姐，你所了解到底时代力量内部发生什么状况呢？
那你自己的动向有动摇吗？市议员应该不至于了。对啊，市议员目前还不至于啦，因为目前这一局是总统跟立委的选举嘛。那其实这个问题，路线的问题，时代力量过去已经讨论很久很久了，所以包括长左、包括慈庸，他们其实都有这个念头很久了，但是，其实上次长左退的时候，慈庸也一度要退，那他希望留在党内，就是希望党内可以再有一个协调空间。那其实也看到显志，我们党主席他有开启这个空间嘛，他去跟民进党开始谈了，那谈了第一次，但中间还是发生了一些问题，就是两派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彼此的要求或者是彼此的原则，所以主席他有承受不住的压力，所以才选择在昨天要选择辞职，因为他觉得他即便他是两派的一个中间点，他还是没有办法承担起这样的压力，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让这个党变得更好，即便他处在中间，他希望可以或许两边都退让一点或是再模糊一点，但是没有办法，所以现在是必须要正面两边的决战的时候了。那今天慈庸的退党也就是证明了说党内的某一个路线要开始实施，要开始壮大。那慈庸他觉得说，他其实今天在刚刚在决策委员会上，他也是一再的在表达他在选区的压力，或者是他这一次选举必须要有一些合作的空间。那如果没有的话，他其实甚至觉得说，那他不如退选算了。那显然就是没有得到这样的党的支持嘛，所以他选择这一次要。他其实想了很久了，那这一次就是他决定应该就狠下心的离开，他要好好的在地方上选举，他觉得或许没有这个党籍对他来说是反而更没有包袱，他可以好好的发挥，然后胜选的几率或许比背着这个党籍更大。杨老师，台湾怎么面临这样态势？我觉得中国早就已经错估了香港局面。我一直在观察香港的媒体，有一些亲中的媒体不断的报道说中国其实期待以拖代变，认为说这个运动是再而衰三则竭，应该持续不了，不可能能维持长远的抗争的那个能量，更何况他们期待九月份开学，然后主要的年轻人大概都会从街头上撤出去，所以他们想拖到十月份中国建政70周年以后再来严肃地面对香港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错估香港人民的意志。台湾的一些澳元似乎也看得出来，竟然有一些物品几乎已经是卖到缺货。没错，这个知名品牌的这个氯气口罩、防毒口罩，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缺货。你去跟店员买的时候，他只问第一句话是不是要送去香港，因为现在香港非常缺这样的物资啊。那我刚刚试了，想到这点当然觉得很心酸，因为香港很多年轻人他才18、20岁而已，结果就是要面临到警察使用过期的催泪弹，因为过期的催泪弹哦，它是有可能会燃烧，可能会产生化学变化，对人体造成更大的一个伤害的。就有很多香港的年轻人，他们必须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对抗一个暴力的一个政府。所以想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台湾能做的，除了物资、精神跟舆论上面，只要继续支持他，让更多人知道共产党的正面。1997是不是上一代决定了这些年轻人一代？而且年轻人现在所面对的是要靠自己争取自己的未来。未来什么样的政治人物、什么样的政府可以防止台湾沦为香港第二呢？非常谢谢各位，我们再会。